阿弥陀佛，陈校长，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很高兴跟大家又可以见面了，一起学习。好，那我们一见。就是一个礼拜呀，又过去了。自己的感觉好像，步入中年之后啊，时间过得越来越快。读小学的时候啊，觉得时间比较慢，因为都在等着要拿红包啊，就觉得怎么这么慢。好，但现在日子越过越快啊！但毕竟呢，我们已经听闻佛法了，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了，所以知道轮回的恐怖了。它无有出期呀，所以此生不将今生度啊，更待何生度此生呢？所以真为生死啊，发菩提心啊，以生信愿持佛名号这个生信愿当中啊。也是生性啊，现在只能靠万德洪名的加持，我们待业往生呢、要靠自己的能力断见思烦恼啊，几乎已经依我们的能力啊，不大可能了。所以黄念祖老居士慈悲提到了。不管修哪一个法门，只要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一生要脱离轮回，他老人家说不可能。这个话是大慈悲啊！修行是需要时间的。假如学了一个法门，10年、15年过去了，觉得。不得力，但时间也已经过去了，所以等于是，慈悲护念我们末法的众生呢，末法时期异义人修行，罕义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而且要何不于强健死。努力修善，愈合待乎趁现在身体康健呢，要老实念佛这是正修我们处事待人接物，我们还是用真心，用佛心依照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十愿来做。依照就像老人家在2016年香港佛的教育协会东势具足法会的开示我们一样不贪不嗔不痴不慢不疑温良恭俭让来教学。来处事待人接物，那所做一切呀，都是积功累德，这个是助修正助双修我们就功夫到智色通水到渠成。所以已经闻佛法我们所考虑的
哦，那跟一般没有闻佛法的人不一样了。哦，而且是轮回路线呢，不能再搞了。啊，随缘消旧业，不能再造新殃了。啊，不能呢，轮回心要造轮回业了。啊，况且啊，我们还有这个因缘福报，从事教学，啊，从事啊，啊服务，啊，甚至于是做义工。这都是很殊胜的功德事啊！孔子办教育啊，积累了广大的福德啊，庇应子孙呢2500多年啊！因为影响一个学生，就影响了他的后代子孙呢。那包含我们在啊道场服务。啊，跟广大的大众结法缘，这都是殊胜的因缘啊！我们用真心啊，都能成就无量功德啊！但假如啊，我们在这么宝贵的因缘，我们还是随顺的习气啊，那真是太冤枉了。所以我们在境界当中啊，依照老法师这一段开示啊，我们护念我们自己的心念言行啊，哪怕啊有相违背的地方，哎，我们也不怕念起，只怕觉迟。所以这一段开示啊，我们也得深入啊，我们也看到老人家抓住每一次跟大众交流的机会啊，这个是应机说法啊，因病与药啊，发现很多情况的时候啊，一定来护念大众啊，当然老人家不会常常在想谁有问题谁有问题啊，老人家的心是清净的，但是真的有了解情况啊，那提醒我们呢是慈悲啊，不能不讲啊。这父母老师啊，讲我们呢都是爱护我们，哪怕话我们听起来不是很舒服啊，所谓忠言逆耳利于行啊，良药苦口利于病。那这一篇相信我们可能不只学过一次的啊，可能也都有几次。所以假如啊，我们谈的某一段啊，诸位老师你们感觉特别有感悟的，哎，也可以分享啊，你们宝贵的体悟啊，我们相观而善的诸位魔啊，这个礼记学记里面讲的观摩法啊，像我们啊，上一节课跟大家谈到啊，《春学究语》这一部书，那我们也在观摩，我们也在向啊我们的这个师叔的前辈啊向他学习啊，那也有啊老师。很认真的看这一部书，他很有收获。所以为什么老法师说要跟古人交朋友？
古人心清净啊，古人德行根基扎的深呢，而且古人呢没有版权所有，翻印必就啊，都是成就我们的心啊，甚至于是古人呢自己写的东西，不用自己的名啊，用别人的名字，他只希望啊后人受用，不要说一定要他自己的名字，这些存心处啊，是我们的学处了。好，我们看老人家提到了祭祖的目的啊是缅怀祖德，提倡孝敬，知恩报恩。假如我们的学生呢，时时都想着他的祖先的德恨，心里都有孝敬的心，知恩报恩，这个学生这一生不用担心了，他应该是个幸福的人生呢。其实幸不幸福不是外在物质的多寡，而是内在的素养决定的。我们整个成长的环境啊，还是特别强调经济的发展，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不知不觉受物质化影响，看事情就会表面的，解决问题啊，也不能是从根本去解决。所以只要是症状解决问题啊，副作用都不少。所以我们跟老祖宗学啊，要标本兼治。不管是治病，还是处理啊人事问题，我们每一次处理的时候能不能想到怎样标本兼治，有佛法就有办法，有经典呢就有办法，经典呢就是法药，这个法药呢是治心理的病，心有烦恼，这个法药都能够治。所以我们读经书啊，要开出对治自己身心的法药，也可以开出啊护念亲戚朋友的法药。尤其现在身心不安、心理问题的人不少啊，见义勇为啊，不能看着亲戚朋友内心这么挣扎、这么痛苦，我们也不能视若无睹啊。但是要先解决自己的问题，自己笑得出来了，才能带着别人迎向阳光啊。不然我们自己都笑不出来，我们要去劝人家笑也比较困难。我们真是有信心的，世间好话圣贤佛菩萨说尽了。好，那假如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最近你跟亲戚朋友谈话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感觉他心上的烦恼？那我们谈的时候知不知道用哪一段教诲，经典的教诲
啊，可以护念他烦恼成菩提啊，因为理得心安嘛，人会有烦恼，就是他道理啊不明白，他在思维的时候是顺着自己的惯性，不是顺着理智、真理在思考了。啊，假如真的顺着真理啊，那《华严经》谈的都是真理，世事无碍。那有烦恼就会觉得啊，这个人我看了也不顺眼，那一件事啊，我觉得很难处理，他就很多烦恼了。啊，不知道我们有没有留心这一点？啊，大家这一个礼拜跟亲戚朋友谈话，啊，或者是我们自己这一个礼拜产生了哪些烦恼？然后我们有没有用经典来以理折情啊？用理智折服了我们的情事，叫分别执着都是情事啊，这叫自爱了啊！不然每天我们被烦恼控制住了，而且是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啊。那都是轮回心造轮回业，那我们自己不愿意这样，我们也不愿意亲戚朋友这样啊。假如我们没有留心到亲戚朋友的烦恼，那就是我们你阿伯良心有一点不够良心，没有关心亲戚朋友了哦，那为什么没有关心呢？自己也头昏脑胀的。哦，人家一谈烦恼，哎呀，我跟你一样啊，哦，那就麻烦了啊，互相吐苦水了，这啊，哦，不过吐一吐也好了，不然这个闷在心里面哦，会生病了哈，哦，吐一下，但是不要吐成了是非人我，很麻烦。哦，古人提醒这个忍得一时之气啊，免得百日之忧啊。啊，你图个痛快骂出去了啊，结果这一句话啊透过微信传出去了啊，还在微信群组里面啪出去了。你看引起多少波动。哦啊，然后事后你冷静下来，哎呀，这个怎么收拾啊？啊，怎么去处理啊？那你可能好多天都要在那里遇到人，还要在那里解释半天呢。啊，所以这个好像也是《增广贤文》的话啊，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啊。哦，而且现在网络时代哦。有时候一句话出去啊，不是一个人知道，全世界都知道了。所以这个也是提醒我们啊，谨言慎行啊。所以古人很强调这个言语的修养。啊，甚至于啊，自己的一个行为都要能考虑到，不给别人不好的影响。中庸讲的，动而是为天下道，行而是为天下法，言而是为天下哲。他有这样的责任心，我做的是要带动风气的啊，不是逞一时之气的啊，尤其位置越高越要慎重啊。一个老师啊，在教室里面那
他的位置最高。啊，你有十几个、二十几个，甚至三十几个学生，啊，你一句话讲错了，孩子学到不对的，可能都会影响他的人生哦。啊，《了凡四训》讲的，发一言，行一事，全不为自己起念，全是为物立则。哎，为了树立在学生心里树立好的榜样，甚至于是带动整个团体好的风气。哎，风气好啊，这个人和啊，无形的一种磁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能不能很稳定啊，跟言语的修养啊，还是很有关系啊。好，那老人家这每一段其实都是法要啊。那这个老师们啊，你们假如有体会啊，有自己去落实了这一段的感悟啊，欢迎大家都可以分享出来啊。那老人家说到了，对于我们这一代而言，最重要的使命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传下去啊，这是报答祖宗恩德的最佳方法啊。论语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啊。所以君子要知道自己这一生的使命啊。啊，我们不能白白来这人间走一趟啊，那就只有把福报给享了。那享福的过程呢，很难不造业的。啊，陈德记得初学佛，老法师比喻啊，三善道是观光旅游，三恶道是老家。啊，当时我刚听了，印象很深呢。我们人寿80岁。平均寿命一般是70多了，可是三恶道都是万岁万岁万万岁啊，那个可不好玩了。黄老说，三途一堕5000劫，谁都不愿意堕三恶道啊。可是不是不愿意我们就不会堕了，是我们要不造那个因，我们才不会堕。啊，不造什么因呢？不造贪嗔痴。啊，我们一造贪嗔痴了，那就是个种子了。那个种子一下，它只要缘具足了，它就要结果了。所以为什么人心为伪，道心为伪，他要战战兢兢了，因为那一个念头，一个言行，它是很有力量的，它会带我们去受报的。啊，曾经跟大家举过阿难问是佛吉凶经的啊翻译祖师安世高大师。啊，他前世也是出家人，他有一个师兄弟明经好师去托钵，结果那一天的饭菜不满意啊，嗔恨心扶不住了啊，那一世就堕到畜生道当龙王了。哇，一餐饭嗔恨心了，下辈子堕下去了啊，幸好他有善缘呢，
安世高大师去度化他，让他从畜生道脱离了。所以与其想说我有没有这样的善缘，像安世高大师这样的同参道友，那个很难预料哦。更重要的，我们不造那个因就好。菩萨为因呢，菩萨是觉悟的有情众生，他很敬畏，不要种因。众生为果，众生怕的是他果报现前的，比方说生病啊，很苦啊，人世间病苦真的是蛮折磨的。陈德曾经得过登革热啊，在马来西亚叫蚊症啊，在台湾叫登革热，哇，那发烧都烧到39-40度啊，想念佛啊念不住啊，头昏脑胀啊，好几天呢、而且啊，那个毒素啊在你身上停留好一阵子啊，那体力都很难马上恢复回来了。那当然想起来觉得哎呀，那一段时间很苦啊。可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啊？身体健康啊跟无微不施有关的。无微不施得健康长寿。但是我们假如过去今生有伤害众生呢，那铁定很难避免这种果报。所以就想到小时候很喜欢打蚊子啊。所以受的时候还要感恩心受啊。感谢佛菩萨加持啊，感谢蚊子菩萨手下留情啊，算是重罪轻报了啊，不然也伤了不少命了啊。学佛之后啊，不敢伤害众生了。好，所以这个我们不造业因就对了。所以时时关心为要啊，不能起贪嗔痴三毒啊。好，那老人家有提到啊，我们这一代人，其实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啊，是我们自己有没有静下心来观察，有没有提起这种责任啊。你看老和尚说的啊，我牺牲生命都要把传统话传下去。老人家受到传统文化的恩德啊，他知恩报恩的啊。同样的啊，依承德来讲，假如不是传统文化，那现在还有没有在这个世间都是个问号了。那业造的太多了，路尽人亡了，福报花得太快了，福禄花完了，说明就没有了。所以也感祖先恩，感师父上人的恩，尤其老人家又这么全心全意在复兴文化。我们说弟子规教，父母呼应勿缓呢、啊，那师父上人呼啊，我们也应勿缓呢、啊。师父上人命啊，我们也要行勿懒呢、啊。尽我们一个炎黄子孙的本分。那文化呢，是要承传的，
断了，后面就没机会了。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一定啊，再难都要把它承传下来。那师父讲到了，新建国内外各地啊，兴起了学习传统文化的热潮，这是很好的现象。然而有些传统文化学习班出现一些令人忧心的状况，影响到一般人对传统文化的观感和信心，不能不加以关注。我们自己在学的过程呢，也会接触不少人事物。我们所接触到的人事物有没有影响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观感和信心？这个首先我们要问自己哦。假如我们都受影响了，那我们在言语之间呢，也会把比方说这个没有信心或者对什么人事产生的看法，在不知不觉就会流露出去的。我们冷静看这个世间呢，还是有点这个味道，好话不出门呢，坏事传千里呀。所以我们也得依三教圣人的提醒在言谈上太上感应篇说，恶恶扬善佛家讲的断恶修善的儒家也是强调引恶扬善的弟子规说的，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失眠扬人恶即是恶，极之甚或且作。所以我们真的要把问题指出来像老法师借由一个法会的机会，对事不对人讲出来讲清楚这样的行为不符合传统文化这个要修正因为人的信心要建立不容易，信心要影响两三句话就可以影响了所以我们在言语当中也有一种敏感度不是想讲什么来个痛快还是要讲自利利他的言语能够护持到别人的信心能够护持到人家的心地，听完之后不要产生人我的对立我们这个话讲完之后，对方产生人我对立，那对他有什么帮助能够借这个事让他经一事长一智，让他提起中恕之道别人错的也是对的我对的也是错的为什么别人错的也是对的？正常，因为这些出问题的，首先他也不是从小学的我们有时候
面对我们气愤的事情啊，我们首先先拉回来我们自身的修行，这个气愤就会稍微下降了。为什么呢？因为修行不容易啊。比方说我们修行了三年、五年、十年了，我们把还没学佛以前的习惯改过来没有？我们可以自己列列看哦。我这个贪吃我改了没有？贪名好面子我改了没有？我的嗔我脾气少了没有？列一下，不简单呢。那现在这些错误的行为出来了，那它变成也是提醒我们嘛，见人恶即内省嘛。所以不是从小学的，现在的诱惑啊比古人都多了，财色名利啊，可能比一百年前不知道多多少倍了。而且有可能啊，比方说某个人出问题了。那我们假如说这个菩提道有81关啊，西游记讲99、81关啊，比方说我们看到他出问题了。可是他可能是在第60关出问题了，那我们可能只走到第3关呢。那他在提醒我们了，所以我们大可不用去对立去批评了，引以为戒最重要了。而且修行人有前后眼了，他现在做这个事情会影响传统文化的形象，那都是堕地狱的业啊，断人会命啊。他一开始来也是要为了传统文化好啊。米不有出，显客有终啊。要保持出发心，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会跟人生气啊，是我们前后眼还不够。因为对方让你引起你的嗔恨，当然不能怪他哦。是我们自己有脾气扶不住了，不能说你让我生气了。别人只是个缘呢，我们可以生气或者不生气是我们决定的。都是你让我生气的，那就把责任都推给别人了。那也是自己的一个思维惯性哦，习惯把责任推给外在的境界，所以跟别人没有关了，境界没有问题，问题在我们自己的心念上了。那他这个行为要堕地狱的，那我还会跟他生气吗？他必堕地狱啊，那我跟他生气干啥？那假如我们还真的受持无量寿经，于诸众生示落自己，那我就要想，我要怎么做才能让他赶快回头，别真的堕地狱了。我们在思维的时候总要依老法师依无量寿经这些经典教我们的来思维啊。
啊，所以老法师提到啊，跟我十几年、二十几年在财色名利面前过不了关，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不是从小学的。我们看老人家的言语当中都是一种树道，而对我们来讲，这句话也不是讲别人的，我们也得要很慎重对待。这跟十几年、二十几年，有可能比陈德的年龄还大呢。我的基础没他好呢。我们冷静观察啊，我们这两三代人的水平啊，当然不是说每一个人啊，普遍上啊，我们的德行根基是一直在往下的。万法因缘生呢。每一个时代它有它的家庭背景、社会环境啊，都会影响我们呢。当然也有一些人因缘特殊，共业中有别业啊，他的父母很重视这一块，一直护持他，那他是共业当中的别业，不然怎么可能不受到这个时代的染污呢？所以古人这一首诗提到的，后人哀之而不见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矣。我们对老和尚这句话不引以为戒，我们很难不落入财色名利的染污里面去。能不染污的人都是有高度的警觉，那个警觉来自哪里？见人恶即内省。只要我们这个态度没有很强，也很难真的是引以为戒。那当然我们这个信心呢，还是不会因为任何事而动摇，这是我们要建立起来的。我们自己也要会观察，可是这个也不容易哦。看明末啊，清末明初，很多读书人呢，他读古书的呢，可是他说整个民族为什么腐败，因为传统文化害的啊，所以还有不少学者要全盘西化，要推翻文化。他是也读过这些书的呢，你看他在观察事物，也随顺他的习气。所以真正要建立起正知见呢，不是说每天看传统文化的书就建立得起来了。要从名师受戒。那这四个字就很有意境了。第一个，我们要跟着过来人。名师。像老和尚他是有传统文化基础的最后一代。而且跟着名师，更重要的要我们自己要受戒哦，要接受他的教戒哦，我们才会用他老人家教的这些教诲来正思维啊。不然我们仔细观察自己，观察别人，真正遇到事情，还是随顺我们的个性，随顺我们的脾气在处理事啊，也不是顺着老和尚教的在做事啊。
我们是打着老和尚的旗号，却用自己的习气在做事情了。那这个就情何以堪呢？老人家这个旗号大家很信任啊，我们又用我们的习气，那会让大家对传统文化、对老和尚没信心呢、我们不忍心啊，影响别人的形象，也不忍心影响传统文化跟老法师的形象。哎，一个善知识在弟子心中的信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信为道源，功德母啊！我们弟子跟着老法师去做他老人家强调的这些事情，当然这也都是这个时代迫切要做的事情。我们跟老人家同台演出做好了，让大众越来越有信心。哎，我们抱着不求有功啊，但求无过的心来做。哦，那老人家提到了这些问题啊，往往跟传统文化的老师素质有关。所以想借这个机会啊，谈谈传统文化老师应当具备的素质。俗话讲，名副其实啊。所以老师这个角色也要有他相符的一个德行的要求。这个身份是尊贵的。那尊贵不是因为有这个身份而尊贵，是因为行为而尊贵了。所以天地君亲师啊。我们一讲到老师，我们脑海里会浮现很多句子。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那我每天在教学，我有没有在传道授业解惑？这个要告诉我自己了，要问自己了。了凡四训说名义福也，这个名，这个身份呢，也是福报呢。承德第一次觉得老师两个字很尊贵呢，是我第一年做班主任。我们那个学校的观音国小在高雄大社我还记得当时候有一个家长还提了一包芭乐他们家自己种的来送我那有一天呢我刚好在教室门口突然来了一个老奶奶那也应该有70岁左右了因为6年级都是最高，都是在4层楼3层4层结果这个老奶奶就爬上来爬到第4层她一转出楼梯就看到我了我教室刚好是第一间呢。他一看到我还在喘呢，然后他就又喘着气，然后又鞠着躬，然后又说老叔好。哇，我当下很那个，真的是头皮都发麻，你知道。你看一个老人家
他都喘成这样了，一看到老师就马上，哦，老师好，还鞠躬了。哦，当时心里想着，我们假如不认真教他的孙子，罪过罪过啊，这个对不起人家这一份心啊，这一份尊重了。哦，那后来又看到《了凡四训》讲到名义福也啊。啊，世间享圣名而实不福者，多有其祸啊！啊，世之无过咎而横批恶名者，子孙往往作发。啊，哎，人没有过失啊，还被人家毁谤批评了，子孙会作发呢。好，诸位同学，今天有人无缘无故骂你，好事还是坏事？他送那个福报让你的子孙作发，好不好？哎，你把这些理都搞清楚了，事事是好事，没有坏事，把心用对了，事事是好事。但是心不会用啊，好事都变坏事。福报一来，开始贪着了，开始作威作福了，那就麻烦了。哦，那其实这一句话对我常常提醒，就是享圣名实不福啊，多有其祸啊。啊，因为跟大众分享啊，那认识自己的人就有啊。哎，但是假如我自己不好好敬德修业，那这个福啊就折掉了。所以代表自己啊敬德修业还差得很远啊，所以一直啊吃不胖啊，因为福报都消掉了。好，不然有福报的人脸都会越来越圆了。哦，相由心生。哦，所以这个名啊不见得是好的东西啊。哦，不要去求这个名啊。啊，但是真有这个名了，也不要去贪，甚至是借由这个名位去能够去表好法啊，能够去利益人。都要珍惜名分，珍惜因缘。哦，那老法师啊接着说了啊，传统文化的教学啊，老法师说一直在讲啊，最关键的在于老师啊，老师必须自己先做到啊，然后才能教学生。啊，老法师这句最关键的在于老师。啊，每一件事情啊，它有轻重缓急。那承德的观察呢？我们现在要去成就一件事啊，这个轻重缓急本末先后还要先考虑。哎，我们往往先考虑外在的，哎，我要有房子啊，我要有多少资金，都是考虑比较是外在的东西，但是最核心的东西忽略了。其实啊，办学啊，只要有一个好老师啊，这个学慢慢就办起来。
而且有时候还不怎么花钱。我们现在是花很多钱，但是没有把最重要的关键赶快具备。我们冷静去想一想，古代一个私塾老师教几个学生，花多少钱？没有花很多钱的。那孩子用我们老祖宗传承几千年的方法教啊，先求根本智，心清净了，读经，每天心都安在这个圣贤教诲的磁场当中。老法师也说，多少人做多少事，其实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做事的原理原则。我们不要那个圆铺得太快了，最后疲于奔命。我们这一生已经知道要念佛求生净土了，有缘做一些事啊，也不要影响自己的清净心了。我们这个发展因缘太快了，这完全陷到事情里面去了，自己的心假如不能保持清净，我们哪怕每天从早忙到晚，我们的心不清净去处理的事情也很难处理的很适中啊。所以为什么要度德量力，自己的身心要保持很平稳去处理事情。所以夏莲居老居士说，念佛处事都要用第一念，不能用第二念。这个开示很精彩，用第一念，工作就是道场，就是积功累德；用第二念，工作就是造业了。处事时阔然而大公，大公无私，平等无私，物来而顺应。事已过勿留滞，事未至勿将迎。那等于是没有过去的懊恼，也没有未来的担忧。用心像镜子一样，这个人事来了，真诚恭敬面对。这个事情走了，也不放在心里面烦恼。坦坦荡荡。见空很平啊，这是第一念。假如我们一处理事情计较人我，卷到谁对谁错人我是非去了。所以古人说必有容德乃大，要能包容啊，大家也都不是从小学的啊，有一些不妥不要借题发挥啊。必有容德乃大，必有忍事乃济，忍得住脾气啊，不然脾气一忍不住发出来了，那大家心跟心之间都有隔阂，都有距离了，那这公众的事怎么很好的去发挥呢？我们看以前大家族有没有事啊？几百个人住在一起，怎么可能每天没事呢？但是我们看到这些宗长一个宗族里面长辈他都很能包容脾气都很好，谁来批评批评，安抚安抚把他调整好他的心态
啊，你假如他是个中长啊，人家来讲一句话，岂有此理，然后就开骂了，你说这个家族还能够安定吗？啊，刚刚是跟大家讲必有容啊，德乃大啊，必有忍呢，啊，事乃济。啊，所以啊，所以呢，稍微定一定心呢，就会想起来啊啊，因为刚刚提到夏老这句话啊，不能计较人我啊，尤其你是领导人，你能够把事情大化小，小化无啊，不能变成没事找事，小事变大事，那还得了啊？不能沾顾得失啊！一有得失的，自己的名利都有得失的，那怎么去办事？铁定造业的啊！不能基于义气，不能发脾气去处理事，不能迁于感情。哦，谁跟我关系好，我就护他，麻烦了，这个公信力没有了，哎，那个领导偏心了，嗯，而且一动了感情了，我们看事其实看不清楚的，公身名，大公无私啊，看事情才明白。这个不容易的 啊，为什么大学里面提醒我们，好恶之其恶，恶恶之其美者，天下鲜矣。你喜欢他，能还是能够看得出他的问题点，你讨厌他，还是能看到他的优点，不容易的啊。人莫知其子之恶，因为对孩子有感情啊，会袒护啊。好，莫知其苗之硕啊，那农夫啊，每天就希望啊，我长得越大越好啊，丰收了。其实他长得已经比别人好很多了，他还觉得不够，他的心态就会影响他看事情不客观了。所以夏老这一句要用第一念，不能用第二念。嗯，所以刚刚为什么我想不起来，刚刚可能讲的时候激动了啊，基于意气是有点扶不住了啊，所以一下拉不回来。哦，哎，所以我们这么好的机缘啊，要用第一念积功累德啊。啊，用第二念造业，那我们不是冤大头了。哦，那也刚刚跟大家提到，真的我们现在啊都把事情想复杂了。你从根本去出发，其实事情要成不是很复杂。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真的有一个两个无私无我一心为了成就孩子的，这个血慢慢就办起来了。啊，我们看我们的祖师啊，到哪往那里一坐，一个人上去了啊，哎，在那待一段时间啊，道场就建起来了。他有没有去化缘啊？没有啊。桃李不语啊，下至晨曦啊。啊，我们现在是先思考，哎呀，要有庙啊，就赶快盖啊，盖得好大。哎，谁来弘法？都还没考虑。啊，有庙无道啊，不能兴教啊。啊，
只要有道了，哪怕是个茅草屋啊，都会兴起来的。所以老人家这句话也很深远，最关键在于老师啊。老师必须自己先做到，然后才能教学生。不然这个身教啊就达不到了。身教达不到，就学生不可能信任我们。君子信而后见，这个也是一个基础啊。我们要劝学生，我们要劝他人。是他信任我们，我们才好讲。所以我们面对亲戚朋友也是一样哦，要他们信任我，我们才好讲。哎，那我们得先表好法，他们才会信任的。所以什么是最着急的？我们现在好多事一想就着急啊，其实最重要的那件事没着急。就是修自己啊，这一件事比什么都重要啊！这个应该要送这个宅急便啊，这个是最着急的哦，要赶紧啊！哎，知所先后啊，则敬道矣啊！我们在庐江的时候，老法师四句法语很重要，和谐社会。从我心做起啊，从我家做起，哎，这个都是次第哦。啊，从我的社区，从我的乡村做起。那我们发现呢，很多地方的所谓传统文化班办的不如法。问题很大的成分在于老师，老师本身没有真正例行传统文化，没有以传统文化修正自己的习气毛病，怎么能把学生教好？格物，是格除物欲，延伸开来也是格除我们这些坏习惯的。因为这些坏习惯，这些贪嗔痴，我们不调伏，我们理智不可能做主啊，我们智慧不可能现前的啊，我们也不可能关照自己的心呢啊，所以一定是能烦恼轻了，哎，我们在调伏烦恼。智慧长了，会反观了，哎，一观，哎，我这个心不对了，我要诚意正心了，我要真诚，正心，这个心啊，都是自爱爱人，都有自受用，都有他受用，自受用。清净平等觉，哎，我现在在这个境界当中，我有没有心越清净，我有没有越平等，越理智啊？对他人呢是慈悲啊，我有没有替他考虑啊着想啊？哎，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是这么样发展开来的。所以假如我们不修正毛病习气，物不能格，知就不能治，意不能成，心不能正，身不能修。所以儒家这个次第啊，还是很重要。所以弘法不能靠激动了。哎，我们一遇到可能也是过去生的善根呢，不然也不愿意来做这个事。
可是做这个事不能是一时激动啊，一下就冲出去了。啊，哎呦，这个弘护正法。但是前面的功夫啊，一下就跳治国平天下了，前面忽略掉了。哦，那假如前面忽略掉了，真正去服务大众，也很难不是以习气啊来处理的。哦，好。所以还是用理智哦，还是要用这个次第来学习传统文化啊，不能劣等啊。所以老法师一直提醒我们要先扎根呢，啊，扎三根啊。那不要以为什么人都能来做传统文化老师。所以对于我们，假如是主事的人。那我们就要懂得去观察啊，我们要聘这个老师，他是不是真正力行，真正有修正自己的烦恼习气啊，不能说他跟我关系好，我就把这个机会给他做，那这个变人情做佛事了啊。好，要知道啊，误人子弟啊，罪业极重啊！啊，这个比庸医杀人的罪还要重啊！因为啊，你是断人家的法身慧命啊，所以这个比命还要重啊！你伤了他的命，他没有造恶，他一投胎。啊，他又得人生了。可是假如我们断了他的慧命，可能他这个慧命的机会是很多劫很多劫终于才有这个机会。我们把他断了，那他可能还要在好多劫以后才能够再遇到了。所以等于是断人家法身慧命了，比断人家的命还重了。那学生受到误导很容易，受误导之后啊，要回头就很难了。哎，比方说啊，现在一些从事传统文化的人啊，处罚孩子啊，非常的苛刻。那他们为什么这么做？那一定。他们也受人家影响了。那假如我们去影响别人去做传统文化苛刻，那对方也觉得哎，你讲的是对，那就被我们误导了。先入为主啊，他要再调整回来不容易啊。所以老和尚为什么要讲要温良恭俭让啊，不能苛刻啊。那传统文化老师应当具备哪些条件啊？老人家啊提到了啊，应该内要学释迦牟尼佛，放下贪嗔痴慢疑五种烦恼啊，外要学孔老夫子，表现出温良恭俭让五德。好，好，我们先看啊，老人家呢讲解的非常详细啊。哎，第一，放下贪啊。传统文化老师如果贪财、贪色、贪名、贪利。这四种当中只要有贪任何一种就很难把老师做好，那就没有格物了。那我们的欲做主了，欲令自迷了，
立令智昏呢，利欲熏心啊，那就很难做好老师的角色，也很难把学生教好。所以《礼记·曲礼》提到欲不可纵，所以告诫人呢，不可放纵自己的欲望。所以欲望啊是无底深坑的，人一旦被欲望掌控，成为欲望的奴隶，理智就受到了蒙蔽。嘴上仁义道德讲的再好都是假的，因为他自己根本做不到。这样的人很容易丧失师德，失去了为人师表应有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所以大学讲明明德，第一步就是要格物，格除自己的物欲，至少要做到曲礼所讲的节制自己的欲望，把精神和时间投注在学习与落实传统文化上，这样才能自知，开显自己本有的智慧，然后才谈得上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我们都是成年才学的，感觉我们现在全身心的去深入传统文化都觉得时间还不够呢。所以我们这个夏老勉励我们的，勿使一秒钟空过，勿使一句话空说。好，那老人家讲了，传统文化老师必须具有承传传统文化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时时不忘这个最初的崇高的初心，并且时常读诵古圣先贤的经典，具体落实《弟子规》《太上感应篇》《十善业道经》这三个根。因为我们发了愿呢，那等于是我们的起心动念、一言一行，也要透过经典来修正自己。那慢慢的，这我们就能循规蹈矩了。那时常亲近良师益友，才能保护自己不受财色名利的诱惑。那这点呢，也提到我们在这个末法时期呀。欧益大师说善有为一还是很重要，因为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有良师益友，我们才容易被提醒，而且良师益友也是感召来的，所谓闻欲口，闻过心，质量是见相情。人世间呢都离不开感应两个字。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我们真人受见的正直的道友，质量是见相情。我们假如贪名都是要听好听话，那真话就听不到了。我们只要守住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我们就很能接受别人提醒了。
好，那《论语》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好，那透过认真学习传统文化而得到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之后就不会受到各种物欲诱惑而辩解。啊，就像《礼记·学记》所说的“强力而不凡”。啊，遇到事情不会迷惑，不会违背师道。啊，这样子人才是理想的传统文化老师。啊，那这一段话，哎，我们也要提醒自己，哎，我有没有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陈校长，请说。好，向陈孝德法师以及我们诸位同修学长哈，大家晚上好。我也尤其听到法师说哈，学习传统教育哦，不易哦，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弟子啊，真的有这种感觉。因为从学了传统教育，我在跟孩子的相处，还有跟自己的母亲相处啊，都感觉到真的是受到利益哈，因为也常常因为关心母亲，结果哈，母亲也受到，因为我们一直关心哦，母亲也在改变。我举个例子啊，母亲已经一年没有去佛堂了，但是啊，一个心愿啊，就是这个念头啊，希望母亲可以在佛堂啊再去念佛啊。结果啊，因为这样子常常关心啊，今天下午就跟妈妈说啊，妈妈，我们下午去麻豆。明天早上去麻豆啊，吃个蛙粿好不好？哟，麻豆，对哦，很久没有去麻豆念佛了，那干脆礼拜天我们去麻豆念佛好了。哇，结果妈妈就要去佛堂了，哦，这是第一个。我就是说那个念头哦，只要那个念头在哦，真的那个感应哦是不可思议。哦，第二个，小女儿哈，因为学了传统教育啊，今天跟孩子相处也比较融洽，也跟孩子一直在吃东西哈，只要动个念头。想吃什么，那个小女儿就把那个菜夹到你的碗里头来了。哦，那个感受也不可思议啊。啊，再来，那个老大是在，哦，小女儿是在幼儿园教书嘛。啊，她就会想说，哦，我们那个小幼班的，一直哭一直哭了。我就告诉她说，你念头，你那个念力要强，你要为她好。啊，你要跟她想说，啊，我很期待啊，你可以不要哭，虽然她继续哭，但是你那个念头啊，越来越强的时候，他将来啊一定会越来越好。哦，那大女儿呢是在那个国中啊教那个资源班啊，就是比较不好带的学生。那他也期许说啊，他发那个愿心啊，希望小朋友啊可以多亲近，让他可以多知道孩子多一点。啊，结果因为这样的一个念头，而且小朋友啊，因为他这个国中老师其实国中生是不好带的，在普通班其实是问题都很多，但是每次上到这个大女儿的课啊，因为她时时关心这个孩子，让那个孩子们都感受到，哎，老师是真正的关心她，是真的为了她好，不厌其烦的劝解她。结果啊，师生的互动就越来越好，结果她越教就越快乐啊。所以我就是在感觉，就是说，我们这个唯心所现，唯事所骗呐，啊，唯事所变呐，我们这个念头，因为刚我们上层下课法师一开始也都一直讲这个念头，念头的念力，我确实哈，弟子是感受到这个念力哈，它的那个感应啊，真的是不可思议。真的，我们哈，这个念头是正报，我们的环境真的是我们的依报，六道轮回真的是我们的念头造的，所有的善业也是因为我们的念头而造善业的。感恩我们上乘小法师的一个教导，感恩阿弥陀佛。啊，谢谢陈校长啊。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去感受啊经典这些教诲啊，会很有收获啊，很有喜悦啊。啊，老法师说，一个念头啊，变虚空法界，这个是。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去感受到啊，尤其是诸佛菩萨都是至孝之人啊，我们有念头想为父母好啊，佛菩萨都会加持我们的
这个感应啊，不可思议。那刚刚陈校长还提到说，要请妈妈去麻豆啊吃蛙桂哈，这里面有一点蛮重要的就是面对父母长辈啊，尽量不要让他感觉你在要求他。哎，这个陈校长这一点很柔软啊，假蛙桂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但是他母亲就就马上就联想，去麻豆，这个是很善巧啊，麻豆好像很久没去念佛了，这个都是很善巧，不会让父母感觉到孩子在要求他，这一点挺重要的。你假如看到你妈，妈，你今天念一千声没有啊？那你妈妈看到你就很有压力了。所以对上对下的这些分寸呢，我们拿捏的妥当也随喜我们陈校长一家都是教育世家真的教书是很有福报，也很有喜悦因为我们用父母的心来对待学生看到学生一点进步我们也会很喜悦所以我们都学而时习照着去做了，就有内心的收获喜悦老法师常说世味哪有法味浓真的尝到这些味道了，对世间这些财色名食睡慢慢的欲求就淡了。所以人那个欲不是说我们很强迫他改过来的。所以我们要护持我们身边的人慢慢把欲望放下。有时候太高度要求了，有的他反感了，或者有的他没信心的，其实我们很善巧的带动他，一个人的精神层面一提升起来他物质的需要慢慢自然就淡我们去带动他，还让他如沐春风，不会让他压力很大这里面都有我们去体恤对方的心他真正也尝到法味了，他慢慢就放下了好，就像老法师说他去亲近张家大师说张家大师一句话都不讲，他也很舒服很想坐在那里他也感觉到那种无形的磁场他老人家年轻的时候他就想，我就坐在张家大师面前就好了我也不去玩乐了他感觉到那种味道所以我们当老师的也展现那种磁场出来学生就喜欢亲近我们了而且确实人之初性本善哪怕是成绩比较不理想的孩子或者有这先天缺陷的孩子都是一样的善良只要我们是真心都会把他们的善根唤醒的而且有时候这个成绩不好的孩子有时候不是天分不好，他缺爱他假如遇到一个老师真正爱护他成就他，他的潜力会发挥出来先天有障碍的孩子他也是经历了人生的苦难的。真正遇到一个全然爱心的老师也有可能他会转变成一个有意义的甚至于是一个救世的人。
都有可能。啊，我们现在看很多书局的书啊，啊，先天残障，啊，哎，最变成一个鼓舞大家对人生产生信心的老师。这样的人好好多国家都有，相信啊，他们就是遇到全心爱他们的父母老师，他的人生反而也非更有价值。好，好，那感谢我们陈校长的分享啊，啊，诸位啊同道啊，讲到哪一段你很有体会啊？都可以啊，跟我们分享哈。好，第二呢，要放下嗔啊。传统文化老师如果自身欠缺涵养，容易发脾气啊，甚至于把怒气发泄在学生身上啊，那就变情绪化了啊。无论是惩罚或者责骂的形式，都会伤害到学生啊，让学生内心产生阴影，严重的时候甚至造成学生人格的扭曲啊，因而排斥传统文化啊，这个现象啊确实是有啊，啊，陈德也遇过一些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啊，他们也蛮小就开始学了啊，但是因为啊老师或者长辈常常情绪化对他们的，他们内心这个阴影啊很难啊抹去啊，这个很能理解。为什么？因为小孩他对老师是很崇敬的，老师假如用这种情绪对他，他一下子接受不了，调整不过来啊。所以曾经也跟大家谈过，一个孩子啊，对他的父母逆反，我们不要只是说啊，你不可以这样子做，不要只是一味责备这个孩子。其实我们冷静看，一个孩子他生出来，他最依恋的就是他的父母啊。为什么他现在才隔了十多年的时间，变成跟父母情绪这么对立啊？你看他的内心经历过多少挣扎了？哦，所以啊，老法师接下来讲到的了，老师必须充分落实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德行，当父母也是一样啊，啊，当孩子有行为偏颇的时候，不要一味指责他们啊，我们也是有责任的，在其中的啊，得到自己骨肉或者学生的信任了，我们要对得起他们的信任啊，要让这份信任呢，成为他们啊健康的人格。啊，进而呢，把我们交给他的都能够好好去做，他们人生就得大利益了。父母老师就是一心为他好啊，他信任我们，他就会依教奉行了。但是假如我们反而情绪化了，那这个对孩子的伤害还是蛮大的。那当然我们假如真的遇到这样的孩子，也要安抚他们，
其实老师也不是从小学的啊，在这个功利时代，他们肯走这条路也是挺可贵的了。但是毕竟啊，境界也很多了啊，我们引以为戒啊。再来，你也成年了啊，用自己的行为去感动老师啊，让老师自然升起惭愧。哎，老师以前对不住的地方，我们完全不放在心上。啊，因为老师还是有为我们好的地方，我们去感他那些人恩，去关心他。哎，人都有本善的，有可能我们就变成老师反思的一个真善缘了。不然呢？这样的老师不调整过来，那造的罪业太麻烦了，这是断人会命了。好，那这样的老师啊，情绪化的话呢，啊，把怒气发泄在孩子身上，那不是在弘扬传统文化，而是在破坏传统文化。啊，所以周易说啊，君子以惩分治愈啊，啊，君子基本涵养就是要克制愤怒，抑制贪欲啊，嗜欲啊，《论语》说的不迁怒啊，不要让怒气啊在心中继续迁移发展，更不能发泄在别人身上。那六字统摄万法这一句佛号啊，统摄万法啊，怎么样调伏脾气啊？要靠念佛啊。我们平常啊，行住坐卧穿衣吃饭，把佛号提起来，心呢比较平。一有情绪上来啊，很容易就察觉了。啊，假如我们平常心都比较浮躁，啊，这个时候稍有情绪起来也不容易察觉，到时候发完了才觉得不对了，就来不及了。啊，所以所有的习气啊，真的肯老实念佛啊，都能调伏得了。当然了，这个调伏嗔心呢，啊，不是一触可及的啊，但是我们要下很大的决心去做，然后啊，也可以请别人帮忙啊，请你另一半帮忙啊，请你最亲的这些亲戚朋友啊，只要发现你的火气上来了。请他们要提醒你啊，比方说啊，有一个默契啊，你就给我啊踩踩我的脚，或者是你啊，比方说啊，就一直摸摸右头这样，讲好了嘛。这个动作一起来就能提醒到了，有人提醒了就比较会警觉到了。这个脾气很麻烦的，你一出去的伤自己的肝呢，暴怒伤肝，而且又很难收拾啊。啊，那我们讲过六忍。其中一个就是老和尚接着说的，必须充分落实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德行，这是凡人。人为什么这个脾气越来越大？他就觉得都是别人错嘛。假如自己错也有错，那就不好意思了。
这个火气就下来了，烦人。哦，还有袭人，别人都是来提醒我，我还有这个脾气啊，太惭愧了。我都要去极乐世界的人，怎么现在还被脾气控制呢？这不好意思了。感谢他提醒我，袭人。此等念念为人着想，我们就不可能恶意向人。学生做的不好的地方，老师一定要在自己身上反省、检讨、改进，而不是怪罪在学生身上。我们想到了李炳南老师有一次上课他老人家真的是诲人不倦的，教学38年。在往生前几天呢，都还在教化。那有一次学习啊，学生这个态度啊不是很好，不过恭敬用心，结果事后呢，学生自己觉得不对了那下一节课就派代表拿教鞭呢，要呈给李老师给老师道歉的。李老拿着这个鞭子，是我自己教的不好，反省自己打自己这个我拿回去，是我自己不好。这一支鞭子还放在台中莲社李老的纪念馆呢。假如同学还没有去过台中莲社，应该去我们的祖庭看一下哦。每一个李老留下来的物品都在给我们说法。应主写给他的书信都保存得好好的。对他老师给他的教导如此珍惜。那一件穿着的冬天的大衣穿了一辈子几十年还是干干净净的。里面的衣服都是补补丁的，很节俭的。所以老法师讲课的时候说老人家这个圆寂了结果学生去整理到老师的袜子，哇，流眼泪了。所以这个祖师们他们都在给我们表演所以有一本书真的大家好好去看叫雪宫诗训。很多弟子回想老师教导他的一段场景一段话，每一个都很感人。这是我们从事教育工作很好的榜样。所以不是怪罪在学生身上。所以掌握自己的情绪，保持理智与涵养，这是传统文化老师非常重要的基本素质。老师对学生必须充满爱心和耐心，有爱心就会有高度的教学热忱，会真心去了解和体谅学生的状况，发挥同理心，站在学生的立场去考虑，应采取关怀和鼓励的方式，
啊，多关怀，多鼓励啊，避免对学生身心造成伤害的言语与行为。啊，老人家讲的也是很细致啊。其实我们冷静观察这个时代啊，物质越强调了，精神就会忽略。所以现在的学生呢，都缺爱的多啊。啊，我们都听到啊，父母忙工作，做生意。啊，孩子一两岁，关在一个小黑房里面，他哭几个小时都不去管他，那是只顾着赚钱。哎，这个孩子十几年后忧郁症了，你种那个因，怎么可能不呈现果相呢？所以很多孩子都缺爱啊！啊，我记得。我在教书那个年代就出了一个词叫做钥匙儿童。其实我是忽略掉了，不是我教书那个年代啦，我那个年代就有啦。但是自己不知道自己家庭缘分好啊。你看门一推，妈啊。哦，那个推开门那种感觉。啊，就很温暖啊，有时候就会闻到红豆汤的味道，是吧？哦，那回到家好像啊，你在外面受了一点什么委屈啊，那个门一进去啊，就化掉了。那假如呢，孩子一推开门，冷冷静静，一个人都没有。啊，为什么这么孩子都跑到电动玩具店去呢？内心啊，很缺爱，很苦闷了、啊。他很怕独处啊。啊，那不独处，啊，心想不口闷，找刺激呀、啊。所以，真正身心安定的人，你叫他去打电动玩具，他也不肯打。那个那么烦躁的东西不相应啊。好，那我们假如体会到现在的孩子太缺爱了，我们的同理心就出来了。好，越缺爱的孩子越敏感了，你真正对他有爱心有耐心，他会珍惜这个缘分的、啊。我第一年教书的时候，那全校常常打人的那个学生，我也他们班我没有教，啊，没有我的课。但那学校小学校啊，才12个班呢，啊，所以也跟他会有互动啊，甚至于都有老师都很讨厌他了，哦，但是其实这个孩子是严重缺爱的，啊，你一关心他，啊，给他本书看，他很高兴啊，啊，我给他的。第一本书啊，《地藏王菩萨本愿经画册》啊，哦，但他一看到打人会堕地狱的，他就会有警惕了，啊，结果那个孩子看完了，他看了之后啊，啊，有一天他就在这个老师办公室旁外面。走动，啊，我一看呢，他那个表情就有点腼腆。你看，常常打人，但是他也，你爱护他的时候啊，他那种很单纯的心就流出来了。啊，我一看，哦，
就是来找我了，很腼腆的样子哈。哦，然后我就走出去了。一走出去啊，他在他的背上啊，因为他长得很壮啊，他在他的背上啊，他的那个手背都差不多是我的两倍粗了，画了一尊释迦牟尼佛。哦，我当时很感动啊。哎，他要画那一尊呢，要画很久哎。他假如画二十分钟啊，他那二十分钟都在想佛嘞，是吗？嗯，那当时候他有一次也是犯很大的错嘛，然后就坐在那个玄关啊，我刚好走过去啊，看到他的背影啊，一看很落寞，然后我就过去陪他坐下来啊，也没讲话啊，坐了一会他就说话了，老师啊，我很想死啊。哦，你看这个孩子的内心啊。哦，我说你为什么很想死啊？他没有人喜欢我啊。那我跟他说，那人家为什么不喜欢你啊？他因为我都打人骂人了、啊。哎呀，他也知道啊。我说你就不要打人，不要骂人，人家就会喜欢你了。哇，我讲到这里啊，那个孩子那个表情啊，我终身难忘。他说，老师啊，我很想改啊，可是我改不了啊。这是他内心的呐喊呢，他很想改啊，人之初性本善，可是他觉得他改不了啊，因为毕竟也养成习惯了，狗不叫性乃迁了啊，所以一了解，从小他母亲就跑掉了，他常常都到那个庙里面跟那些比较不读书的那些人在一起。万法因缘生呢、啊，都一定是有缘造成的、哦、所以像这样的孩子，你真的爱护他，你看他能感觉到的、哦、所以我们教育工作者、啊、老法师强调，首先要坚信啊，人之初性本善的。我们对这一个信心不动摇了，我们就能从这个信心呢产生爱心，产生耐心了。那有耐心就会心平气和啊，不厌其烦的开导学生，给予学生充分的时间去消化吸收与提升啊，自己有时候啊会想到老法师教的教诲，然后会觉得，哎，这句话我二十年前就听老和尚讲了，怎么我现在才体会的比较深一点呢？哇，我都要二十年才有一点体会啊、哦，才要消化吸收啊。那我怎么可以去苛刻要求学生说你马上听了，马上就要懂，马上就要做呢？哎，啊，有时候我们当老师的有一个口头禅，懂了没有？懂了没有？哦，当然这句话不是不能讲了哈、哦。哦，就是假如带一点很急，懂了没有啊？哦，这样的学生会有压力了哈。假如是充满了爱，懂了吗？啊、哦，那这样当然没问题了。
哦，所以有时候这种树道啊，其实只要从我们自身出发，不难提起啊。从我们自身在修行，哎，老法师给我讲了多少年了，我都还没改啊。那学生我才讲两三个月，那有什么好怪的？哦，所以做老师的人呢，最忌讳急于求成，最忌讳啊，互相攀比，那这些都是点出来啊，我们当老师啊，要修心呢，要把这个攀比啊、急于求成呢，要调伏下来。如果传统文化老师落入了这样的执着当中，就很难保持平衡的心态，很难避免思想言行落入偏差，就会给学生不必要的压力与要求。尤其这种攀比会让表现好的孩子傲慢，会让表现不好的很自卑啊。这样的教学啊，所有的学生都被我们害了。所以这些心念呢，真的要调伏掉。我们还是回到人之初性本善。每一个人开窍的时间点不一样啊，不能这样比啊。我们闽南话说的大只鸡慢提啊。每个人开窍的时间不一样啊。所以成德也是没有落入攀比的痛苦。这个首先呢，我很感谢我的母亲啊。当时我在读小学成绩不怎么样啊。我母亲在同一个学校呢。哇，那假如是其他的老师都跳起来了。但是我母亲从来不会拿成绩在那里数落我，没有。再来后来遇到两个老师啊，都是教过我姐姐，然后还教我，也没有拿我跟我姐姐比。但我当然知道我差我姐姐差太远了，她都是全校第一名啊。但我这两个老师教我都没有拿我去跟我姐姐攀比。甚至于我念高中了，这么巧，我这两个老师同时到我高中去参加活动，你看那个景象，我现在一想都历历在目。好久没看到老师了，很高兴啊，跟老师在那里谈话。结果这两位老师，其中一位男老师教我自然科的，后来他当校长了。他就喊着我的名字，然后对着我们另外那个班主任老师说，说他是大只鸡慢提啦，那给我的这个力量很大很大，所以这个不能攀比啊，不然有可能这个一攀比啊，就把学生的潜力给堵住了好。所以这样不理智的做法最终受害的是学生的健康成长与传统文化的美好声誉了。所以我们得表好法为人演说我们
所做的啊，是不贪不嗔不痴啊，我们就给学生呢很好的表法了。好，哦，那今天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啊，谢谢大家啊，也欢迎啊，明天因为大家也都有预习了啊，聊到哪一段啊，大家特别有感触啊，哦，或者很有方法的，请大家广修供养啊。好，谢谢。